就算世界的善变，当你在眼前，足够让我去跟时间纠正永远。人生的空白也为你填满了心愿，藏不住心跳，即使从我的视角不见你微笑，你往后我往前就有一直不掉，从咫尺到天涯，就算看尽人世浮华，我只喜欢你啊。总是都不懂你的面无表情，也只能追逐着你的背影，我这颗小星星绕着你的四周打转，多想进入你的心里面，你能不能把我写进未来剧情，主页写着我和你的姓名，也隐喻中幸运，就像电影里所有的浪漫化学反应。 Oh baby， 就算世界的善变，当你在眼前，足够让我去跟时间纠正永远。人生的空白也为你填满了心愿，藏不住心跳，即使从我的视角不见你微笑，你往后我往前就有一直不掉，把剪发变假发，就算成真让人复杂，我只喜欢你啊。十周年出了限定，好想要啊！老公，嗯，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们两个结婚987天的纪念日。你每天都算？所以呢？不该有点什么表示吗？只有养猪才会记录安全生产的天数。真是讲错人了，人家杰伦也是一月生，为什么那么浪漫？想要什么直说吧。稀罕啊！给个面子，就当是给我庆祝。庆祝什么？庆祝我安全养猪987天。表现，晚上回来给你加餐。乔一，我们学校门口等你。哎，好。对了，我前两天给姥爷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铃铛，放家里忘带了。那你自己给他吧。嗯。等考完试以后，放假第一天我就去亲自给他。可以。已经放假了吗？怎么起这么早？嗯，那妈妈去给你做我最拿手的蛋糕，全世界最香的蛋糕，好不好？妈，啊，你不是约了陈阿姨吗？去忙吧。那是下午呢，这才几点呀？等着。哦。
阳光真好啊！儿子，咱带老爷到公园去遛弯好啊？不要，我一会儿要写作业。哎，儿子啊，你可不能一直学变成一个书呆子哦。嗯。妈。嗯。我想看《瓦尔登湖》的英文原版，你可以帮我买吗？可是那家书店只在上午开门。呀，那我现在就得走了。这样一来，中午饭和晚饭都不能在家陪你吃了。妈妈对不起你，我好可怜他的儿子。再不出门就来不及了。那我去了啊。走了走了走了。还不起啊？睡会儿。睡什么睡？要迟到了。放假了。通知了周六要补课的，忘了。几点了？白痴。你俩快点啊，一会儿该吃饭了。哎呀，两位小子，你们知道这瓶酒的来历吗？这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。当年的华夏大地上，日寇横行，四处残害百姓，为非作歹。你们的爷爷，也就是我的爸爸，有一日来到一小酒馆中饮酒，突见了日寇在调戏良家妇女。爷爷拍案而起，对那斟酒的小厮说道：“你且慢慢斟来，待我取取酒会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等你爷爷回来的时候，这酒还是温的。这酒瓶上的这些红点儿，当年小鬼子的血。爸，我怎么觉得这红点儿像油漆蹭的？你这小厮怎么胡说八道呢？小心本大爷我要你项上人头！怎么又打我？这你不是当哥哥的吗？爸，这么好的酒，咱今年过年开了吧。你说的并不是没有那么一点道理，不过吧，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个重要点的日子。要不咱们小乔一结婚的时候？那完了，这辈子没机会喝了。哎呦哎呦呦，我们家小乔一想结婚了是吧？爸。哎爸，是不是快到你生日了？还真是啊，这么意义重大的时刻，我们家得大摆宴席啊，怎么着也得摆个七八十桌。大摆。哎，
那个小林嘛，你看我都40岁了，要不这回咱们好好办一办？说过多少遍，别这么叫人好吗？冷得慌。喂，老赵，你来接。看我忙着呢吗？让你来接。谁呀？Good morning. You 不是在英国读书吗？回来干嘛？我决定了，以后每年都跟我未来老公进行一次为期一个月的会面。未来老公？对啊。我们在英国读完大学，你就可以向我求婚了。钻戒我都买好了，时间你定吧。不过你得提前告诉我，我不喜欢做没有准备的事情。我也不喜欢做没准备的事情。是什么让你误会了我会跟你结婚？你忘了，我们订过娃娃亲的。忘了。来来来，我的儿媳妇。哎呀，这个是我最拿手的蛋糕，特地做给你吃的。香不香？香吧。嗯。嗯，哎，去喊你爸起床。我爸回来了。啊，嗯，昨天夜里回来太晚了，就没叫醒你。哎，我晚上过去，现在脱不开身，出门了告诉你。啊。呀，默默。爸，怎么又睡书房？我晚上喜欢看书，怕影响你妈。早餐做好了吧？快吃饭吧。走，吃吧。哟，小美来了。叔叔。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呢？才回来。怎么样，在那边习惯吧？都挺好的。代我向你爸爸带个好。嗯。快吃饭吧。来吧，吃吧。新学期，新气象，大家不要沉溺在春节的酒肉之林里了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因为现在已经是高一的下半学期了，加油！闭上。哎，我说，这过节过的出门都不带耳朵了？加油！心情不好。
Morning。 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林阿姨舍不得我呀。哎 ，Frank， 你带我去你们学校看看吧。想上学你回英国去。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学校和我们英国有什么不一样。这是你们校服啊，太丑了吧。我最讨厌别人动我东西。我知道你有洁癖，还给你。知道是我记性不好，对不起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无所谓，老爷很生气。我知道，我感觉一定登门谢罪。又生病了，你可是咱们班感冒第一人啊！默默，晚上我想去你们家住去，我想吃我姐做的蛋糕了。最近别来我家睡，不方便。怎么了？家里有谁啊？我妈朋友的女儿。哪个狐狸精？赵小叶，有人找。来了。到底哪个狐狸精？乔伊。时候我打电话回来过，妈的脾气还是老样子。啊，周六你和关朝说一下，和爸爸一起吃个饭。我们下周考试应该挺忙的，应该没时间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急什么呀？这还没打铃呢。我作业也没补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要移民了，以后说不定就见不着面了。我知道关朝的脾气和你妈一样，你就转告他一下，咱们周六见，啊？不用了。趁我现在还能好好说话，请你马上滚。赵关朝，你这什么态度？我是你父亲，你姓赵，是赵素英的赵，不是赵雷的赵。当初你抛弃我们的时候，你儿子就已经死了。你说，一个不爱学习的人，忽然转性了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你说，一个对你很坏的人，突然对你示好，是不是很奇怪啊？当然。你跟大雄又怎么了？什么也没发生啊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，好吗？我打电话他不接，发10条短信他回我1条，说在忙学习。拜托，就他那个垫底的成绩，他忙学习。要不然，你找他当面聊聊。那又能见着啊？我感觉他在躲我。可他为什么要躲我呢？我觉得你还是当面找他好好问问吧。肯定要问清楚。我这人最讨厌黏黏糊糊、不清不楚的。你还在宠你爸？你亲爹那事儿？其实这事儿吧，我挺理解关朝的。
前你亲爹对你们那样，难怪他会记仇。不过要不要见他，你得想清楚了再决定。没准以后就真的见不着了。像我吧，他走得太早了，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可能不行，明天吧。姐，哎，哎，大川，这一假期你跑哪儿去了？我爸出差，非要带着我。哦，你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新鲜出炉的蛋糕。哎呦，想死这口了。真的，别看他长得不好看，可有营养了。嗯，行。哦，对了，姐，我在这落点衣服，你帮我找一下吧。运动服啊？啊，我都给你洗好了，等着。哎哎。小莫呢？他是服务广。哦，好不好吃啊？蛋糕还得是姐做的好吃。多谢夸奖。对了，姐，听默默说咱们家里来人了，谁啊？啊，小美，季阿姨家的女儿，就小时候还跟你打过架的那个。不知道，给我打架的人太多了，我先走了。你慢点，慢点。哎，那个蛋糕给你爸带去。哎，我爸不爱吃咸的。啊，咸的？又放错了。有事儿？老田刚才洗碗又忘记清水槽里的垃圾了，挨骂呢。来你这儿躲躲。不回你房间躲着，跑来我这儿干嘛？有事吧？没有啊。真没事儿？没有。哥儿。真不去啊？去哪儿啊？见他。他都要移民了，也许是最后一面了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对你做的事儿。我跟他见的最后一面，只会是他躺进棺材的时候。我一直都知道关朝廷恨赵雷的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他那么恨赵雷是因为我。姑娘长得不错嘛，这脸也挺白的呀，漂亮，包也不错呀，怎么说？可以呀，要不今晚去玩一下？
别这么害羞嘛，姑娘，别这么害羞，别这么害羞。你干嘛？干嘛呢？你想干嘛？滚蛋！下次穿多点。站住！叔叔好。还记得我呢？记得记得，在警察局见过。您是乔伊的爸爸。别跟我套近。我问你啊，这明明是红灯，你为什么还过这马路啊？这路上不是没车吗？你这是侥幸心理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俗话怎么说的？这小时偷针，大时就偷金。我今天放你过了这条马路，你明天你就投敌卖国啊。没那么严重吧，叔？严不严重我说了算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在这儿给我站岗，每天都来。我又不是警察。你当然不是警察，可你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治安的维护者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献出一回来了呢？行，说，那我听您的，您说什么是什么。对嘛，来，带上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人民备用警察了。好好干。Yes sir。臭小子，吃饭走。看不见红灯了，倒回去。倒倒倒，啊，停。我出去一下啊，晚上不回来吃饭了。去哪儿？跟老同学聚一聚。啊，走了啊。啊，早点回啊。好。他每次回家都睡书房，总是一个人悄悄打电话，眼神躲闪，心神不宁。他一定有什么问题。身边站了十分钟了，一个字都不说，很诡异，好吗？大川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帮我跟踪一个人。跟踪？跟踪谁啊？绿灯了，走了。你哥最近没什么不对吧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今天他又来电话，说什么了？还是你们吃饭的事儿啊？他说想你们了，让我劝劝你。那你觉得呢？你们都大了，自己做主吧。我只是希望你们俩开开心心的，这心里啊不要有太多的记恨，这对你们自己不好。那你还恨他吗？
多了。说的那个穿越小说，对，男主超有魅力，不过烂尾了。如果是我写的话，我会在第八章就开始埋伏。喂喂，哎，你既然这么喜欢小说，你干嘛不自己写呀？你要自己写的话，当你第一个得奖，真的。这老板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会畅销，我就是在帮他。你在哪儿呢？啊，看你。宝贝儿。从小到大，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独处，所以我有足够的耐心去追踪、等待。是我爸。你在跟踪你爸？不会真的是我想的那种外遇吧？只是怀疑，还没有证据。可你这样乔装打扮还是很容易被发现。你跟我跟上不上？但你们学霸之间一定有共同语言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个大胆的提议，我来帮你调查，你帮我说服关超周六跟一个人吃饭。跟谁吃饭？我生父。你确定？不会把事情弄得更糟。你都把小胡子贴上了，还能有更糟吗？合作愉快。说实话，你戴这个眼镜真的没有你平时好看。要不然你下回换个金属框试试。看到妈妈一个档案袋啊，牛皮纸这样的。没有。应该我记得放在这儿。
晚上不在家吃了。他出发了。收到。跟了两天了，董事长要是知道你还在国内的话，肯定会生气的。这不关你的事，快跟上。哎，怎么停了走啊？你闯红灯了，知道吗？你谁呀、啊，警察？虽然我不是警察，但是我是我们人民群众的一份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维护我们的社会稳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我们的社会建立得更加美好。今天你要闯了这个红绿灯，明天就能偷地卖国。Jesus， 开车，不准走！哎，你这人脑子有坑吧？辱骂人民警察可是要罚款拘留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又不是警察，我是备用的。你来了，嗯，还好吧？累不累？哎，还好。来，看看想吃点什么。好。服务员，点餐。有本地菜吗？没有。想吃本地菜回家啊。亲爱的，这里是西餐厅。啊。你还没打算告诉他吗？过一段再说吧。都已经这么久了，他还不能接受吗？来个法式烤牛排，再来一个烤羊排，啊，羊排老一点嫩一点，嫩点吧。再来一个沙拉，够了吧？三个，够了够了，有的东西两个刚好，三个就多了。马上下单。怎么样，最近？还好啊，就是很想你。你最近又那么忙。已经半个小时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警察，你这是诈骗，叫什么名字？我要起诉你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费大川。费大川，我警告你，闭上你的嘴。喂，爸。啊，我正准备睡呢。什么？你后天就来英国？别了，我特别忙。您来我会分心的。南川博物馆站到了，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。下。没没没，我听广播呢。每天睡前都听。来来来，往里边挤一挤。说你的那女的，别跟你爸别说话了。这人脑子有病吧？爸，你听我解释，我。啊，我错了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哦！哎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，我们还有两个菜没有上，快点啊！好，我马上催。啊，谢谢啊。
5号桌还有一个沙拉。我跟你说件事儿。嗯。我前几天逛商场的时候撞见你儿子了。不过他没看见我。虽然说我当时转身就走了，但是感觉心里很尴尬呀。我觉得这样拖下去并不是办法。哎呀，谢谢爸妈。儿子，过来坐。怎么样，想不想爸爸啊？想。亲爸爸一口。嗯。萱萱，快跟爸爸说你最近乖不乖？啊，乖乖啊。昨天给你发短信为什么没回？回家太晚了，没电关机了。你跟踪了吗？他去哪儿了？Try and kill.